伊敌不以色，即句呢，针对咱现今的社会，也就是讲，破坏咱修学的人太侪。侮辱咱、诽谤咱、糟蹋咱的人，四界拢是啊。所以佛即句话交代咱，咱要有智慧，是啥物？感情用事，咱要以理智，绝对不以感情。啥物叫以理智呢？你会当以前面佛所讲的三句，就是智。违背前面的三句，你就是感情用事。搁较侪人来甲我讲，佛无即个讲法啦。咱听啥人的？听佛的啊。搁较侪人讲，这法门袂当成就，甚至有也有诽谤，这竟是伪造，毋是真呢？我定无西方极乐世界，讲阿弥陀佛是太阳神。出家人啊，法师讲的啊，有正动手听了，甲我讲，伊问我，讲这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啊，出地都是经商啊，来问我，我讲我毋知影，你去请教迄位法师，迄、那个法师讲的，伊一定知影，请伊将经摕出来，互咱看卖。哎，有什么办法了？现在言论自由嘛，胡白乱讲也袂犯法吗？所以佛这个以智不以色啊，咱愈想愈道理啊。以这四句话针对咱现在下去动手讲呀。咱会当理解，会当会记哩。依教奉行，未过再受外面经言动摇咯。咱才会有成就的可能啊！只有奉行不得成佛。咱才会恢复性德，才会恢复经常讲的啊，这真多智慧神通啊，这能力咱就会恢复咯。菩萨跟理性相比，第四个有根本不同啊。比如理性性者，观告菩萨。你去参访诸佛如来，要用真长的时间呐、啊，已经到底啊。而且袂当同时参访真多真多诸佛如来，可是啊，佛菩萨一念。就会周边发界啊！这个、能力袂当相比啊！第五，呼吸不同，李星林能变化，变化的是相思利益啊，无是这个作用。可是佛菩萨所变化，拢有实用，
别人呢所做不同。诸佛菩萨临终时现无量无边的形色，就是随类化身，当时随类化身，不是一个一个啊，当时啊，你家说话在心，每一个心，能有伊家己主张，能有伊家己教化众生一套办法，能有伊家己说法，各个无共款。比如讲，当地咱这个地区，当在佛教内面，菩萨可以化为真多真多身，变化成真多真多的法师、技师，有学经的，有学禅的，有学教的，也化真多身啊，各个无共款啊。那是在佛门内面也当安尼实现呐，也实现外道，实现其他宗教，甚至有实现社会内面的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各个所做的无共款，这是声闻缘觉做袂到呀。咱不敌的。高精段内面，新精段内面看到，大概是东条时代。西溪有一位高精，名字我袂记得了。这拢是我真年轻学过的时阵，爱看这书，有这个印象。有这西溪的这个高精，伊要回国去了。当时，该学佛的人真多啊！听到讲老师就要回去了，拢是要供养这个老法师。迄时阵的法师唔免钱啊，伊供啊红包又未收，安怎供养呢？请伊食饭。甲第二天去十里中庭去送法师了。每一个人都真正欢喜，哎，昨昏法师看我有气啊，来阮家来应供啊。迄人讲唔对啊，昨昏明明伫阮家咧应供啊，而且团了后啊，哦，这知影讲这个法师啊有分身的本事，当时应500个人的供养，伊有分身呐、啊，但是500身呐、啊，拢是同款的身。唔是各式各样的啊！菩萨能显各个无同的心，伊袂用咧，伊只能显一种心。一种心会当显真多的心呐、啊，伊袂当变现无同的身份呐，袂当变现无同的形象，这是所显不同啊，所作不同啊，所显不同啊。也有一种能力，人家经常讲的啊，六根合用，佛菩萨会用的。那能见，你也能见，规两身躯拢能见，耳孔能听，眼也能听，脚手拢会听，这是声闻缘觉做未到的啊。所以啊，佛家大菩萨。六根何用？第九种自在不动啊，这是有感殊应啊。虽然做种种应现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，和菩萨家己
从来都无起心动念，从来都无梦想执着，真正是一切时一切处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无量寿经后面所讲的不是定义，这也是声闻缘觉观高菩萨所不能的。所以虽然讲神通，对种种方面来个观察呢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所得到的这六种神通的能力，不但超过天人，超过四性法界，乃至有超过法身大师内面的三贤威菩萨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，要去倒找？也讲到寿命通，这条实在讲的时阵，也真有意义，也真重要。古德讲，这里面至少有两个意思。第一意思是，如果唔知影寿命通，咱人唔知影过去，所以对于先无想修，无管你修，对于恶也唔惊，也无想断，什么原因？唔知影过去成中，这业因果报，佛在经上讲过啊。伊讲有阿罗汉，阿罗汉的脑神通，以寿命通的能力，能抵过去五百世。就想到过去生中做作罪业，对阿弥陀佛受苦受难迄个状况，一个想起来啊，心肝内也阁会惊，身躯流血汗，恐怖啊！已经离开真久了，现在已经修行证阿罗汉果。想到迄个时阵的状况，恐怖个佫流血汗，咱凡夫多一个人无对过阿弥陀佛，多一个人无变过贴身啊，变过五鬼。三恶道内面，咱时间待太长太长了，可是无宿命通啊，唔知呀，袂记得咯。所以今仔日家做恶，唔肯修仙，这有新办法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一点，有法师讲，如果咱会当知影寿命通，绝对袂阁再有自高自大啊！你祖祖连连就会谦虚啊！想到过去。跟我们斗阵修行的人，
人已经修行正果了，真多真多同参道友，拢已经做佛做菩萨了。咱家己还阁落到这个状况，有甚物值得自高自大的呢？见笑的心生起来了，自卑的心生起来了，这是助力啊，对家己有好处啊，帮助别人，会当知影别人过去成长、生生世世也面果报，你教导伊一定会契机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为人讲经说法，为阿弥公完呢，听的人已经开悟，正果了。咱伫经上常常看到啊，我今仔日苦口婆心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。听的人啊，亲像无听同款啦，从理不闻啦，或者听到了、看到、讲到，恁的表情袂歹啊，点头笑笑，出了大门袂记啊清清气气咯。什么原因啊？唔知影说明啊。所以只是说法。真难契机啊，道理的假，小命通就非常非常重要咯。咱家己爱知影，唔是只一世二世，阿罗汉才知影五百世，叫做世界人自知无量劫时寿命，无量劫当中所做的善恶。所修的一切果报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下面的经文，动西是天安通，铁听是天理通。第十方既来现在之书，这天眼天理的功能，这功能啊不可思议啊！十方这好了解，既来现在，其实过去，来是未来，现在对这句经文。那就完全明了咯，因对有现代科学家所讲的无量时空的位置全部突破了，空间变十方啊，时间进三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部拢会看得到，全部拢听得到。是加只东西，东西看个真清嘛，看个真清楚啊，看个真美细啊。这听极其微弱的音波，甚至有咱家己也无发现，佛菩萨已经听到了，已经接收到了。六种神通拢有密切连带关系，
前面上面来面讲的啊，十方皆起无量劫中所做一切善恶，现在家己自身的德能恢复了，过去无量劫看到了，过去无量劫所做的这些音声听到了，主要想看阿罗汉如果对有过去在阿弥地狱里面是有一些苦难，如果无看到无听到，伊哪会恐怖呢？宿命知影咯，天眼看到咯，天耳听到咯，所以才有这种的反应啊。天眼通也叫做天眼地通，也叫做生死地通，因为可以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可以看到一切众生生死的状况。实在说，在佛法里面说，生死的状况，死了，刷了又生了，生死是一段路，生死是一个轮回现象。你在六道的当中，生死轮回的现象，你拢总看到了，统统清楚，拢总明了。所以啊，这世间有一挂预言家，甲咱讲未来这状况。我伫早年下课的时阵，看到这书，向李老师请教。这预言家，因依据的是甚物理论来推测？老师当时跟我说，他说大概不外乎两大类，第一大类是数学，在中国无论是算命、看相、看风水，这种种拢离未开易经。也经起数下之母啊！所以中国古老的这语言，上出名进入《风格经世书》，拢收在《四国全书》里面，《四国全书》里面，拢是根据《易经》，根据数下。来推算，外国也是安尼啊。外国人讲占星术，那是一种高深的数学。你看，伫几百年前，法国六十大马斯差不多距离咱现在有五百年，伊推算。今年八月十八，这个天上啊，以地球为中心摆出十二个，是对数学上推算出来，算个真准啊！果然，这个现象发生了，啊，这是一类，这类可可以听到。有偌济？李老师甲我讲个啊，可可以听到只有70%-80%。为什么呢？有当时会算错啊。
你看咱家己甲人算命看相的时阵，真侪看错误的，毋是完全准确的啊。遐爱看伊的功夫，伊也着爱看咱提供的资料有正确啊无正确。另外一种啊是相定，主要怎样？定灵发通啊！禅定当中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灵的恢复了，这啊完全准确。为什么？伊即马看到了，叫限量境界，数学内面推算的是比量境界，无一定完全正确。可是对禅定内面看到的讲，那是真准确。但是这种无罪啊！李老师迄时阵甲我举出来啊，用黄皮禅师的语言，但是伊语言是用诗歌的方式写出来啊，我看无，拢看无啊。伊讲迄准确性真高，因讲的话啊，拢是奇奇怪怪。等个代志发生了后咧，佫甲想看觅，哎，无错啊。代志无发生进前，哪会想也想袂出来，像咧猜谜共款。你要有智慧，你才会当又会丢啊。所以这是通的能力，但是咧，禅定发通是修得咧，修得通是不是失去咧？会失去。心一乱就失去了，所以有真多咱看到修定的人，入定的时阵伊有境界，出定就无了。这是一个真平常的现象。为什么定功不够深吗？未当保持呀。也伫最近这几年当中。我也捌看过中国大陆伫美国访问的有一寡定义功能的人，我也捌看见。那就前后看到三个年龄拢无大，那就拢无超过30岁，因有天眼通。迄、那个大陆同胞呢，称伊做 X 光眼，伊目睭啊会当透视，会当看到一个人的这内脏，所以你有啥物病来讲呢，伊看会到，看了确实相当准确，迄毋是骗人的啊。我阿爸请教伊啊，你这能力对倒位来？伊能力是天生的，也是属于布地的，非常非常稀有啊！我没讲你这能力是咪会失去啦？会失去啊？安怎会失去呢？年岁愈大，能力就愈差。为什么呢？在外面看的世面多了，听的东西多了，心乱了，所以要保持这个能力，就是要保持清净心，真有道理啊。因并不学过佛，跟佛讲的原理原则是同款。能力是对清净心内面发现的啊，心无清净，绝对无这个能力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能力是佛菩萨加持的，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，本愿给你加持，你本身确实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加持啊。本身无这个能力，哪会当加持呢？而且
一定爱甲阿弥陀佛合作，你的能力才袂失去啊，才会永远保持。甲阿弥陀佛合作，就是要甲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，佛的本愿为神，完完满满的解着。咱的心愿，咱的戒行，甲阿弥陀佛背道而驰，佛是想要加都加袂着啊！这种能力，如果若有，不但对有家己修学有方便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教化众生啊，度众生。便利就太多了，这是本愿殊胜的利益。经文内面贴听，伊范围也是十方未来现在之事，空间变十方。时间贴三者啊，这是天理通。你用文声，六道众生的音声，拢听到了。你且拢会当通达无碍，无像那现在语言有障碍。外国人咧讲话，咱听无啊。如果有这個天理通，唔管伊讲什么话，咱听拢听会捌啦。不但人间只个言语唔免学，也无需要翻译，全通咯。只要是言语，你会捌啦。关于是咧言语，你也听有啊。就佛经上讲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啊。这能力就现前了。咱伫高经段内面，捌读过安世高的传记，因为过去讲过几部经。是安世高大师翻译的，咱来介绍翻译的人，必须去读伊的传记。安世高大师就能力了解教授的语言，咱只听到鸟伫树仔顶伫咧叫，叽叽叫叫咧叫啊！其实啊，因是咧谈话啊，咱听无啊。安世高听因咧讲话，就甲伊东华讲啊，这鸟啊，伊看甲真远啊，看到远有人，有人，有几个人行过来了，打着什么物件？过一帮年啊，迄边人来的时阵，果然无错。叫讲的啊，叫底下讲迄边有人来，伊听有啊。为什么有这個能力？学啊，伊去倒学啊？这個、能力甲注意讲，心深禅定当中。法通，清净心当中，本能恢复，这能力是本有的，没有障碍的能力啊。也这些所在，值得咱注意的，是西方叫做世界天灵。
就是反省东基土哈哈拼翁姓的人，经常讲哈字，咱来注意这两字啊，这是唯一的根本药，唯一是空间开根本，流通上快。你里面是48元，各种天人不跌天逆，哈字文必千叶，那由他祝福所算，不写修其假，不出境界。哈字什么意思？古人伊有解释，是讲最低水平啊，最低能力啊，也会当听到百千亿，那由他胡说。你看这范围偌大，绝对不是六道内面欲界天、色界天人、四性法界内面的圣者未当比呀。所以因的能力。以后是完全恢复了，甲如来果地上非常相似啊！这两种能力真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有这种能力现前，咱修学。大家去修学，就会真认真、真努力。为什么？亲目看到地下五鬼之苦啊！你看到这状况，你听到因的痛苦，凄惨的啊，呼叫啊！唔敢，无法困。唔敢，无努力，帮助咱断恶修善，帮助咱看破放下。一心一意，专求净土。为什么？对净土里面状况。你也看到了，你也听到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、能力几乎完全恢复了。西方世界诸佛讲话说法，菩萨因最近研究讨论。你拢总看到了，拢总听到了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最完备、最完善的佛教大学。诸佛刹土拢是佛教大学啊！你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先呐、啊，因为因呐、啊，这灵恢复上紧，恢复了最究竟、最贴地、最圆满，
他方世界诸佛刹土所不及的啊。我看下面这段经文，这是第四章，只有一愿，他心通愿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心我国者，皆得他心地通，了不舍地，亦那由他必遣佛刹，众生心念者，不处正觉。这愿真重要，他心通也叫做他心地通，就是知影别人心内的念头。一起李炳南讲。知己知彼，这会去记啊。所以度众生也可以出做观摩，经文一个开端，咱拢有分，只要深信发愿，求愿往生，这里面就有咱了。因为所有众生，包括咱在内啊，生我国家，该得是平等，无者无得到。通的能力是识地亦那由他必遣佛刹，众生心念。今仔日咱读的这段经文，读了以后，知影做甚物感想呢？敢去想无？西方极乐世界人数遮多，无办法计算，毋是算术会当算会出来啊。这伫本经后面讲啊真清楚，每一个人拢有这能力，天眼洞悉啊。天理天听，咱伫这所在一举一动，人拢看真清楚啊。咱咧讲细声话啊，人听真清楚啊。咱起心动念，伊拢知影咯。你有啥物会当瞒人诶？早年我读到这段经文，门根拢藏起来。极微细一个念头，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早就知影了。咱若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咱今仔日这种念头、这种行为，伊是毋是会点头啊？咱相信极乐世界啊，相信阿弥陀佛啦、啊，咱正愿往生，可是你的心行，恭敬阿弥陀佛，甲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人，拢摇头啊，袂点头啊。大家拢摇头，阿弥陀佛就袂当来接你啊！
咱若真正希望生到极乐世界，真正想要在一生当中成就，你若无乖乖去学，哪会用你啊？祖师大德教咱的啊，老实念佛啦，一心动念，违背了佛陀的教诲，就是无老实啦。无老实的人，化破那熬也枉然啦，袂当往生啊。这段经文，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讲，属于心理学。知影人的心理，一般心理学咧推测、观摩、揣测、推测，就是完全知影呀，特殊的能力啊，无需要观摩啊。无啥推测啊，推测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咱即几天伫早餐内面，甲诸位报告过，如何念个《感应篇》，看到咱积德累功啊。主教裡面教導咱，尊心是德，力行是功。咱尊者什麼款心？你想看賣，主如來主佛如來真清楚，真明白，人伫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是家己呀。咱毋知影，毋知影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是家己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是家己啊，是家己的真心啊。禅宗内面所谓“无妙未生前本来面目”，本来面目就是讲清净法身。伊有一个认知，一个事实，所以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现种种心，讲种种法，只是为一件代志。佛家的俗语讲啊，普度众生啊。用现在话来讲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多就是服务的意思啊。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佛尊的什么心？真诚利益一切众生心。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心，清净布施一切众生心，这是佛心吗？
这就是咱平常讲的啊，大菩提心。一只阿弥陀佛的佛心吗？咱有无？那无，赶紧发，发出来以后，念念不暇。利益爱好不惜落实了就是功德啊，你发的这个心，这个心要落实要兑现，对一切众生绝对无分别，不分族类，求化解一切有情众生，来为因服务；要无情的众生，也爱为因服务。为什么呢？情物无情，同源种地啊，同一个法性啊，啊，你这是真正合佛，噶佛的心愿改行，才相应。无安尼学咧，就未相应啊！咱啊，读着这经文，就要知影，你也能体会到，咱的心愿改行，甲佛不相应。袂当往生啊！心愿改行，甲佛相应，真正就念佛了。佛是心，咱平常念佛是将即句佛号，将佛心甲念出来。真诚利益众生心，平等爱护众生心，清净布施一切心。哇，这三句大家好记啊！清净布施是布施内面绝不夹杂，明文利用，绝不是讲布施也会报仇，无啊。这是清净布施，上存这款心，上行者的事，真念佛人，你有愿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临命终时。佛一定来接引，所以这经文咱爱会记咧啊。净土亦那有他百千佛刹，包括咱三宝佛刹在内啊。众生心念，包括咱家己起心动念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拢做啥样？拢有这个能力，何况阿弥陀佛、观音世界，
咱今仔日拄着苦难咯，有求有观音菩萨，敢着求呢？敢着去祈祷呢？唔免咯，伊拢知影啦。咱起心动念，伊拢知影咯。所以，只要如教修行，决定得诸佛护念，菩萨现身用护啊！搁较大的灾难，你会当平平安安、稳稳当当度过。咱读这段经文呐、啊，有信心，唔免惊。我做这么多好事，护菩萨都唔知影。我逐天祈祷，唔知有听到啊无啊？现在咱才明了啊！不但时阵会看到、听到，心内动一念头，家己也无注意到，因呐拢总清清楚楚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讲到这就好。